除了刚刚大家讲的一些生活杂物或者是服装之类，其实因为网络的网购信用度它在提升中，所以现在越来越多高单价的或者是更体积更大的东西都会在网络上买。比方说我今天带来的像这一款，超想买的，对，看到这些我自己都会有点想要小孩子。这个叫做妈妈抱的摇摇椅。老师，您的老婆怀孕了吗？没有没有。所以你这样玩命有怀孕？没有，我说我都想要。我都有这个冲动，他现在是在说给他老婆听，说我有冲动。你们先看这一台啦，这一台莉莉亚，这一台袁老师可以考虑。今天这个讲完，这一台你老婆看会砸砸死。不会啦，这台是谁的？哦，这一台是娜娜的。这是专门网络上面借来介绍的。然后这一台呢，其实它就是它可以利用蓝牙遥控哦，但平常你也可以用手动的电动，就是走哦，不是遥控，它会转会晃，摇给大家看。比方说，还是安抚椅，它可以像是安抚，像是妈妈抱着小孩在摇一样。然后好玩的是它也有声音哦，比方说它也可以有哦，听到听到，对，像心跳声一样。或者是小孩的水的声音，就是落塞的水声，水声，或者是像冲水的海洋的声音，一样啊，一样，它飘，我觉得在小孩的世界比较安静的地方啊，对小朋友来讲的话，可能他会有一种比较 peace 的感觉。那这可以躺到几岁的娃儿？这个哈，我的建议就是大概六个月左右，小孩会喜新厌旧。就是你下课坐了一阵子之后，然后又会想要腻了，对。然后再来就是婴儿车，那个好好看，你看时髦的婴儿车，像那个我们男生很喜欢一个牌子 Mini Cooper， 那这个就是那个牌子所推出的婴儿车，所以你就像让你的小 baby 坐了一台 Mini Cooper， 那是怎样绑在 Mini Cooper 后面？它的上面就是一个飞行英伦风的英国国旗，然后呢，本身这个罩子它其实是有 SPF 50加抗 UV 的功能，然后它本身还附一个防雨罩，再加上它四个轮子呢都是避震系统，所以不管你推到哪边呢都很方便，而且它可以单手推，轻便型的。如果小朋友不是很重的话，就是可以自排跟手排，对，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或者是像这一台。行的那个叫什么，在松烟有卖三明治，不是不是，餐车，餐车，你知道英国的小王子他用哪一台？他就是用这一台，这超 gay 吧？这就是英国以前是只有轮子都不好看哦，也对，这是以前不能有。你出去你啪，你回来你这什么都不见了。四个轮子也不见了。以前的英国小王子啊、小公主啊，他们都是用这一台，而且是不量产的，真的，已经有五十几年的历史。好漂亮，对，好美，而且它也附了一个漂亮的防泼水的妈妈包。它可以推下水吗？不是，你感觉这个水陆两用的船，你觉得吗？有，这个方法，真的耶，这个方法可以整个盖下来了，整个盖下来。这个也可以网购啊，老师。这个也可以网购，可是它在上面。对，到网站上面就有，而且呢，原价大概要12万。现在网购，你如果在英国有亲戚，请代购再回来，没有没有，他现在折扣的话，你在英国就算有亲戚，大概也差不多，甚至搞不好更便宜。对，我觉得啊，你推这一台，你就好像是。一推它，你家里的房子马上变成白金汉宫，真的。然后你走的地方变海德公园。测试化吗？可以做大展吗？没有了，它现在量产就是这个，因为它以前是不量产，以前是只有皇族可以用的。下面，然后现在就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用。对，下面也有放东西的地方，所以国外很多的父母，他们好朋友啊，会特别送这个东西给新生儿的爸妈，当做一个礼物。再来，如果妈妈的话，有时候。妈妈很可怜，就是有时候出门就是要带小孩，对不对？那带小孩出去，如果大家跟你约去野餐啊什么，你就会觉得那小朋友怎么办？对。那我现在就有这个，就是移动式的，这好重哦。对。这什么啊？移动式的这个婴儿床。床哎。哦。移动式的婴儿床。移动式的哦，比方说这个打开来。不同啊。看一下，不重吗？很重。打开来以后，看老师提觉得好重。对啊，你有老公。哇，然后呢，这个保洁垫就可以直接盖上去。啊，带小孩还要带这一台，
这样子小朋友就可以在上面游戏床那种吗？对，它是游戏床，蛮酷的。然后它其实也附了一个，就是你可以，你如果家里开的是那个旅行车，你要从台北到高雄的家，台北到高雄的家，那这个哦，没有或者野餐或者在户外的时候，其实都很方便。也蛮，但是我觉得摆在家里也好，可以里面加一点球，就是他小朋友就玩球池，就游戏，就是你又可以当床，又可以变游戏，这个设计蛮厉害，很厉害，而且在家收起来，小孩大了还可以堆杂物放棉被，哎对啊，或者给他放一些玩具，他就可以在上面玩。我们讲就是婴儿啊。像李文老师的小朋友现在的年纪就需要一个漂亮的包巾，为什么？漂亮而且肤触感好，你摸摸看，触感好是一定要，这是100%美丽诺的羊毛，羊毛。然后呢，这一款包巾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乔治王子，就威廉王子的小朋友他用的一模一样的，高级哦，对，一模一样的包巾。然后这个包巾呢，它是我奶奶也有，对，它都披在这，对，披巾，然后再打毛线。可是我觉得好的包巾啊，就是你小时候可以当包巾用。然后小朋友大一点可以当小盖被，甚至有些人会把它做成衣服。这好像妈妈也可以当披巾。对啊，对，而且这是英国的百年的那种纺织老的工厂，它都是用最顶级的面料，里面可能包括了美丽诺羊毛或者是羊绒，然后还有小朋友的鞋子，像这个，因为我之前也想买。对，这个你看，这个都是手工的哦，这是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设计师设计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手工的。你如果是小男生的话，可以用这个小狮子的，然后它里面都是铺了绒毛，或者是这一双。跟你女儿好适用，很漂亮。对，莉迪亚的女儿可以考虑一下，很可爱。你女儿应该穿上这个，不应该穿海龟的。对，想好笑的海龟，而且这种型，这个你感觉里面可以放增高点。小朋友应该不在意身高了，不是因为他这个型嘛。然后当然很多的，包括小朋友的服装也可以网购，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维多利亚贝克汉他的女儿哈珀贝克汉他穿的，超可爱的，这个来自法国，漂亮，还有很漂亮的这个亮片，小七穿的，对，好莱坞明星的小朋友会用的哦，对，这是女生的，然后也很可爱的纱裙，你看，很可爱的纱裙，这是女生，然后呢，男生也可以，因为它有蓝色的，它这一款呢，可以讲，对，小孩没有分性别，对啊，小孩没有分性别，所以他要买这套给他儿子，可以啦，很可爱，小朋友当这个。小香的贵妇，你买那套给你儿子，应该不行啦。这就是看得出来了，真可爱，对不对？可爱啊，真超可爱。我觉得女生这样穿就很时髦。小明两三岁，对啊，对，差不多两三岁的时候。小孩衣服应该都比大人贵。他后面有一个背心，对，那么小一件，对，这个背心超可爱。蓬裙，你看这个背心，那你不会一起拿你？刚刚本来不想拿，是慧茹很可爱啊，超可爱，对啊，这个超可爱的，这个他现在就可以穿了，对啊，对，他现在就可以穿，哎，儿子可以哦，这个反正小朋友嘛，没关系，或者是蓬裙，我穿裤子啊，我好怕给妹妹穿蓬裙，或者是我觉得每个女生都会梦想要当公主，对啊。可是当你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你会不好意思穿，就真的去还做公主，你会不好意思穿了，所以。你看，这个来自纽约的品牌，是金钱豹，小纱裙，很可爱的小洋装，一定要讲小洋装，好，这件是，这是来自纽约的，真的，对，这些都可以网购，而且它不是很 cheap 的牌子，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你左手那一件，方宇一定很喜欢，那个颜色，着色，或者是呢，像今年的秋冬，我觉得很值得入手，就是像这一款防泼水的军外套，这一款号称啊，就是所有好莱坞明星宁愿撞衫也大家都要拥有的一件，而且这个没有季节也不会退流行，这个就是经典。然后它里面是羽绒的，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百年的欧洲大厂，它以前是专门提供军队做这个羊绒的或者是羊毯的，但是它后来就是做了这种类似羽绒的这个工艺哈，去创作了这种羽绒式的大衣。这也在网络上买吗？对，这个都是网络上买。然后它可以直送台湾吗？有些是代购，
有些是直接品牌的网站，现在就可以。所以老师，你刚刚介绍这些都是台湾没有的？没有，像刚刚介绍的那个小儿童的小洋装啊，那个是台湾已经有店了，然后它也是一个 selection shop 选货的店。那这个本身大人的是只有网站有？网站也有，然后有些品牌是台湾没有实体店面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利用网络的地方去买一下。那当然除了这个服装类的话，包括女生很喜欢的包包或鞋子嘛，我们先来讲包包好了。这个是现在好莱坞明星超级疯的，就 Miranda Kerr 她每天出镜率最高的水桶包，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牌子把水桶包的风潮重新带回来了。然后这个水桶包如果你在台湾买，可能要2万多3万多，可是你在他这个网站代购的买的话，大概也是1万5以内就可以买到。所以我觉得，而且这种都是秒杀商品，所以你在台湾如果选货店里面有，它可能一瞬间就被秒杀掉了。或者是像这一款也是这个是箭头包，也是现在土耳其的一个设计师品牌，它上面有一个漂亮的箭头，然后看起来有一点像是一个小方包、小文件夹。这一款也是那个像名模刘雯她会带的，那也是在 Instagram 上面现在非常的红。这不是望远镜包吗？有一点有。对，可是现在潮人，我觉得，比方说慧茹今天很帅气，她这样一斜背啊，就很有味道啊，很有个性，可以这样。对啊，没有，你要斜背整个，要斜背吗？对，整个斜背，它就会有不同的味道啊。这个也是嘛，这个小囧包，这个也是很红，这都是网络上买哦，而且网络上你买的那个价格大概，像慧茹讲的没错，大概会便宜30%以上。